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些课程啊，都在跟大家一直交流啊，修学的心、观念和心态。啊，那第一点啊，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一点是。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第二呢，啊，老实听话，真干。那我们谈到老实，首先有提到呢，守这个三个条件。好，那有学长有问到。 问题哦，这个问题有提到啊，如果上课中啊，老师有提到一本书很重要啊，自己就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想法。 而不知如何抉择，一种想法是要马上去学习或了解，而另一种想法则是不去了解学习，啊，因为师长讲经时说过，啊，要先得根本智，啊，然后再求后得智。 啊，广学多闻，学习中总是会有些问题啊，这个能提出来非常好。那当然从理上讲啊，我们很清楚啊，先求什么根本智啊，再求后得智。啊，那根本智是般若。 无知啊，这个是根本质啊，所以很强调的就是放下我们的习气啊。那一天师长在《太上感应篇》也讲格物嘛，格除物欲啊，你这个烦恼清，智慧才会长啊。所以老子说。 为道日损啊！你看这个目标都是要求根本治啊。那师长给我们的方法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而我们这个方法之前呢，师长老人家是说：你一步经深入，求根本治。 但前提是还要扎根，哦，那大家觉得扎根跟一门深入有没有冲突？哦，扎根也是一门深入嘛？啊，其实这个一门深入就是不断淘汰习气。 三根是淘汰习气，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也是淘汰习气嘛。哦。那当陈德在课程当中提到的，比方，啊，今天啊，师长老人家说恶恶扬善，啊，恶恶扬善，啊，会举一个公案。 啊，其顺在雷泽，啊，在雷泽，啊，他当官的时候在雷泽，啊，那个地方老百姓不是捕鱼吗？啊，然后都互相争夺好的位置，啊，大舜大舜看到了，怎么样？恻然哀之。 大家有没有印象？测然哀之。大顺有没有见人家过？他是测然哀之哦。啊，哀鸣，众生随顺吸气了。啊，结果他是主动去以身作则，他都没有批评任何人，是吧？哎，然后就。 自己主动去让，啊，见人家在那里争，他都不说话；见人家让，他就赞叹那个让的人，啊，结果一年的时间，皆以深谈后者相让矣。啊，他做了一年，就转了这个地方的风气了。啊，以顺之明者，顺智慧那么高，道理这么明白，岂不能以一言？ 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功苦行也。好，那请问大家，你没有看过这段话的人，今天回去要不要翻一下？翻一下了啊、哦？要不要整部了整部了凡四训都看？ 那看你的时间吧，不是有一个重点啊？《了凡四训》也是属于扎根的部分，但是你不能今天看看这一本，明天看看那一本，你的心也会乱。啊，比方说这个时间你是来扎根的，那你现在专攻《太上感应篇》啊。假如课程里面念到哪一段话你没有听过，你最起码还要去翻一下吧，是吧？ 但是你不能一翻呢，一下子又转到那本书去了吧？哎，你还是回到《太上感应篇》。哦，啊，比方这个啊，陈德又讲到某某一部经啊，《楞严经》里里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那你今天要不要回去翻《楞严经》翻一遍？不用吧？好、哦，但是这一句你要了解什么意思啊？ 哎，你要就是课程里面有的，你要把它消融掉，哦，你就在扎根了，你就在一门深入，你就在深入扎根的经典，或者是你根基已经扎好了，你要一门深入了，那你也在深入这一步经，哦，因为古人说，心中不能无书啊。 但桌上不可多书啊，那书很多了，那就这这边摸摸，那边摸摸，一本也没有深入啊，而且可能又变成一个知识性的学习了，嗯，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也都是要把它领纳在心中，然后就像这个老师里面说的，学一句。 做一句，比方说，刚刚我们念完《顺王》这一段开示，我们啊，这个表演，从此刻开始，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变化？那就要看我们有没有突破那个惯性，是知识的学学习的，还是解行相应的学习？啊，为什么佛陀那个时代？ 很多人听经听到一半就开悟了，为我为什么我们开不了悟？啊，我们的聪明能力有比古人差吗？啊，师父强调没有。啊，重点是他们在听的时候听懂了，当下就放下，了。他可能执着就放下，就正阿罗汉了。 啊，分别放下，他入菩萨国位了；妄想一放下，它入法身大事。哎，哦，那当然，其实啊，大家假如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七十几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哎，有些人他学了之后，他就发大心，哦，他就肯去放下。 他的相貌啊，在这四十多天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啊，大家去注意看，有些人比较瘦的，啊，现在那个脸就比较圆了。虽然他体重不一定增加。大学里面讲心广，体盘嘛，是吧？啊，像这个我们志宇学长。 啊，他这个晚餐不吃，早餐也吃的很少啊。我们那天一起吃饭，他早上吃一点点，啊，然后他说也没瘦。我说你是心广体盘啊，因为相由心生啊，所以大家学圣教，读书贵在变化气质。 哎，其实这个，我们智宇学长、啊、取这个名字，现在还活着，就是他的功夫了。哎 <laughs>，你们不知道名字有磁场啊，这是确实的。不然你改一下名字叫姚帝，试看看，你一个月就生病了。啊 <laughs>，名义福也。 名就是福报啊，嗯，讲到这里呢，我有点背后冒冷汗了。哦，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吧？因为我想到我自己的法名，人家这么叫我叫我，我不成的话，那我我就有灾难。 哦，你说想别人，讲别人很容易啊、哦，一想回来，等看都快流出来了。啊、哦，所以我们陈学长这个名字呢，就是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志向，治理宇宙啊，啊，叫一切皆成佛啊，思愿落克果，大千应感动啊。<laughs> 哦，好，啊，所以比方说这个舜王，啊，这个智宇也是舜王的后代啊，我怎么今天怎么讲都跟他有关啊？<laughs> 哦，我们啊明吉学长啊，这个胡姓啊、陈姓、田姓，这个都是禹王的后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去在四书里面。 啊，在你所熟悉的经典里面，只要提到舜王的这个后代，都应该把它列出来，一条一条效法。这个得舜王最大的价值。你看，以学习态度来讲，舜王有什么好榜样？孟子里面有啊，其实就是老实、听话、真干。 哦，那顺王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包含我们师傅在其中一起说，顺王的行仪啊，用我们佛门讲叫什么普贤行，他完全做到了。哎，其实这个美，你看那《了凡四训》呢，包含《弟子规》啊，你念着念着，你会觉得每一个字都放光啊，都很有意境。 测然而哀之是什么心境？那么多人在那争来争去，人家也没发火，也没见他什么过失，就是怜悯他。这个就是法身大师的什么？见性不着相，他时时见人家的本性。所以今天师傅恶恶扬善这一集。 禅宗说：“莫思善，莫思恶。”什么是第一义？“人之初，性本善”是第一义啊！啊，孟子性善，啊，荀子性恶，已经是什么？第二义了，是贤人了，不是圣人的境界了。嗯。 那假如我们今天听了舜王这些样板，我们马上说：“哎，我从今天开始做人处事就效法舜王。”哇！那我们这一生胀到最严重的习气就调伏掉了，就这个公案里面就调伏掉了。什么是最严重的？容易见人家的过。 你看顺王不只是在对老百姓给我们表演见信不着相，他在孝顺父母。所以我们的孝道要跟谁学习？二十一孝第一的顺王。你看父母有过失，旁边的邻里乡党都看不下去了，都要替他出气了。顺王怎么说？ 我的父母没有过，都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哦，他负罪隐特，哎，负罪隐特。 就觉得不是父母的错，是他自己的错。特就是过失、过错，都是揽到自己身上。哎，哦，然后就好像呢，就是顺王他都已经成年了，他那个心境啊，就像一个刺子，一个小婴孩一样。啊，父母打他呢。 他更往父母的怀里钻，他那个天性啊，都一直保持。哦，然后呢，他做的天子呢？他也没有快乐，他觉得父母还不能跟他，就是恢复那个亲爱。啊，他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了，那他也不快乐。哦。 就是外在这些财色名利啊，他不会让他快乐，啊，然后这个父母能接受他了，哦，能跟他恢复那个情爱，这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啊，所以心孝子心中只有父母，哎，而这种。 亲爱恢复了，他就会以这个亲爱再去对一切的人。嗯、好啊、哦，所以顺王这一段话啊、哦，大家领纳了啊、哦。我们不以言教啊，而以身转之啊、哦，这个是良功苦行也啊、哦，而且还很精彩的是。 了凡四训，借由这个公案，又进一步护念所有我们处在末法时期的众生，怎么处世待人接物？哎，有没有看到了凡先生这个表演？哎，我们古圣先贤很会随缘妙用，有没有？哎。 比方说，别人的一句话出来了，他就借这一句话来利益众生，借一句话，借借这句话来护念整个国家。啊，比方举个例子，啊，鲁鲁国国君问孔子，啊，房子往东边建，吉不吉祥？啊。 那你看我们的念头会怎么回答？你知道不吉祥就说吉祥，知道不吉祥就说不吉祥。啊，你看孔子的接话是：天下有五个不吉祥，房子往东边建不包括。你看他心里面是什么？苍生吗、啊？ 所以，任何一个缘，它都是来点化苍生的。其实，师父给我们表演很多这种，借一个因缘，然后就把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开出来了。啊，比方说，我们在学习传统化，大家说传统化有糟粕，啊，我们没学以前受影响。 学了以后，听到这一句话就挺难过的，有没有？你看，师傅借这个这一句话来启发所有的众生，这又是一个随缘妙用。你说糟粕，我随你说嘛。啊，那主持人问师傅：传统文化有糟粕啊？你老人家怎么看这一句话？师傅说：对。 有糟粕啊！我当我们当候在底下都愣住了，那是在香港一个公开的论坛，都都傻了，看着师傅，师傅说：“因为他们都看不懂，就觉得是糟粕，就是我们看不懂老祖宗的东西，就说是糟糟粕，就敲我们一棒嘛。” 哎，他真正了解了，那是好东西。哦，那当然，师傅也不是把话说到这里而已啊，因为说到这里还有人不服气，啊，所以接着师傅说，这些文化传了五千年了、啊，我们的老祖宗啊，欲望都少啊，心地清净啊，假如有糟粕啊。 那还轮不到我们去找出来，早就被淘汰掉了。啊，那请问我们的心会比几千年的祖先清净吗？好，那陈德讲到这里了。你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比方说跟同事之间在谈话，有没有有时候觉得说，他们又在那里聊了？ 现在那一件衣服在哪个百货公司啊？几百块钱就开始在那里聊，可是你又走不开，然后坐在那里又很痛苦，又聊这些没用的东西。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境？然后你在当下干什么？哦，念佛哦，那也挺厉害的哦，当下念佛也挺好。 但是你可以再加个意念啊，念佛的时候，佛光都照着他们，啊，不然你只是在想，在那里念佛，又在那里想讲那些东西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无聊阿弥陀佛阿弥陀，你还是跟人家对立啊，哦，你个利众的心没有时时保持、啊，你说阿弥陀佛，佛光照他，阿弥陀佛,佛，正挺好的、啊。 啊，甚至于你可以顺他一句话，就像顺王，就像这个孔子，你可以顺着一句话，然后把它横顺众生，顺到一个很好的教理当中，而且又是他们挺关心的。好，比方说教育孩子啊，好，比方说事业怎么做得好啊。 当然，你要对那些同事也了解了，出言要顺人心嘛。那你对他了解，前提也是你有没有常常在关心你的同事。人要习缘呢，这个都不能是口上讲的了。哦，好，哦，所以这个了凡先生呢、啊。 用心良苦，这个都是真佛弟子啊，时时不忘护念众生。啊，陈陈德也跟你们分享过，我们可能修行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可能根源都在哪？跟父母的相处。 其实《了凡四训》也讲得很清楚，啊，在敬重尊长这一段，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举凡年高、位高、德高、势高者，皆当加意奉事、哎。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我们扎根得从大根大本，皆当加意奉事。这个就是。 敬重尊长，使啊，在家则孝顺父母。你看，从这里下功夫，使深爱婉容，柔声下气。接着呢，习以成性，他内化了。你对父母都不会挑他们毛病，都是轻声细语。 都是一无色，柔无声啊，那你内化之后，习以成性，就是和气隔天之本。你到哪跟人家相处，不会在言语当中跟人家冲突摩擦。了凡四训，了凡先生这一段话精不精彩？所以了凡四训要练三百遍，是师父的教导哦。他帮我们明理哦。 那廖凡先生从大顺这一段话拉过来，哦，他大顺这个表演，他接着说：“吾辈处末世，就是末法时期。哦，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行人。”啊，你看这个这个话也跟今天师傅讲的。 不脏人短，不炫己长。因为不做到的话，人与人不可能和睦。家和万事兴啊！一不和了，这个家这个团体兴不了，通通卷在人我是非里面所以这一段话对于我们修学已经有年限的。 或者本身才能比较出众的人，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行人，无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所以，人长处多了，会不会增长傲慢？ 善事做多了，会不会去要求别人？啊、哦，啊、哦。所以我们的这个习染，它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增长的，所以我们没有高度的一个关照警觉性啊，什么时候被自己卖掉？说实在很，很很难说。好、哦，那怎么关照呢？ 啊，这三根是很好的关照，包含劝发菩提心文，也是很好的关照。功勋不忘，我们做过的事常常放在心上，见到人就喜欢讲。哦，我以前做什么，我挺厉害的。这个就是无形当中，我们做过的这些事都留在我们心上。 其实我们就会增长慢行了，啊！真正会用功的人，他经历过的事情，他奉献过的，他不放在心上。但是呢，那个经验他要放在心上，啊，经一事啊，长一智，嗯，甚至于是。 不是自己提出来，是别人在赞叹他的功劳的时候，他马上什么？这老祖宗的，这师长老人家的威德，啊，他绝对不居功。其实师傅老人家就给我们做表演了，他老人家一生对众生、对世界贡献那么大，任何的赞叹呢，我们在旁边观察。 老人家从不去说自己好在哪，都不讲，呃，做过哪些有贡献的事情，啊，他让功于众，让功给祖先佛菩萨，哎，哦，他马马上那个功劳就让掉了。 所以我们在身边呢，这个观察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学处。嗯，好。哦，所以这一段话提醒我们啊，了凡先生讲：危己之长而盖人，危己之善而行人，危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敛才智，若无若虚。 见人有过，则含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你知道了不说他，他心里有数。哦，他觉得你都能包容他。 我们要了解呢，啊，我们修习修学呢，要有自知之明，啊，还有要自知，接着进一步能知人。哦，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我们说学心理学呀、啊，要跟老祖宗学啊，要跟佛菩萨学，啊，佛门有这个法相为是。 的课程，那个就是很透彻的心理学理论啊！我们现在去学其他的心理学，他的心理学的始祖，他不见得是开悟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说佛法难闻？因为佛是觉悟的人，世间的人看了那么多书，假如他不是觉悟的人，他所看的书，那个人的。 妄想，尤其是分别执着，他看着看着就受他影响。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三个条件？你你不守这三个条件，你一去接触其他的东西，他又有分别执着，你随时随地都在受他影响，在增长分别执着。哦，好，那当然不是今天。 啊，陈德一讲到法相为师了，啊，你们马上到图书馆去找法相为师的书，好好来看啊。我们现在现在是学哪一部经啊啊，学哪一门课，我们就安在当前的因缘，把它学透。哦，学透一本，再学第二本啊。这个也是师长老人家在李炳南师公那里学习的精神。 学一步学透了，再学第二步。好，好。师长老人家在讲经当中啊，有讲到我们的善心所只有十一，恶心所有二十六，所以我们学好中年不足，比方说，孝道重不重要？ 很重要，我们可能学了一两年，都还不见得得力，啊，有时候跟父母讲几句呢，又不耐烦了，还不见得能得力哦。可是学坏呢，一日有余。哦，你比方说嫉妒、傲慢，啊，或者甚至发脾气，啊，很可能一接触一看就会了。 啊，或者节俭啊，比方说今天你很尊敬一个人啊，哎，这个人不是很节俭，你看着他的这个动作，看着他的这种生活状况，印到脑子里啊，反正某某人也没有这样，你那个学坏是很快的，嗯，啊，但是学好不容易，所以这个护念自己的道业是大功臣。 很不容易，哦，好，哦，那尤其我们还要慎重，尤其我们现在有家庭、有孩子了，我们一言一行，假如是不对的，小孩学的非常快，甚至于小孩的学习能力呢，不是看到你的一言一行而已。 连我们的心念，年龄越小的孩子都能感觉得到。哎，我不知道有孩子的学长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比方说你那那那几天，你的心里就很烦躁，可能你就觉得还还好，孩子好像那那几天也不是很稳定。 他会感应到这些磁场。好，我们曾经有一个领导者，啊，他就有一天带着他的女儿到人家家里面去，啊，结果他的女儿好像那时候才三岁吧，他就跑自己跑到前面，然后跳到人家的沙发上，然后两个脚就抬起来，在那脱袜子。 脱得很悠游自在，啊，把袜子脱起来放在人家沙发上，然后再脱第一个放在人家沙发上，把他看傻了，啊，因为他每天都做这个动作嘛，啊，他不知道他的孩子在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所以很很可能呢，走家走上家庭的这个修行人呢，你的孩子可能就是来。 护你的法的，啊，因为为人父母的那种爱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嗯，啊，只要念念想着说一定要给孩子好的榜样，那我们就会谨慎我们的起心动念跟一言一行，啊，甚至有责任感的长者啊，以前我们大家族的话。 市长老人家说：“一个大家庭里面都有一个共识，就在孩子面前，不能做出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族里面所有身为长者的人有的共识。这一段大家听过市长老人家讲没有？啊，在小孩面前绝不给他们不好的影响，这一点。” 承德感觉我们的父辈还有，好像忍不住脾气了，进房间说：“进房间说，小孩还在这里，哎，都还有这种责任，好，包含我们在单位里面呢，身为领导的人，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态度，哎，好，所以物一。” 以之长而盖人，勿己之善而行人，勿己之多能而困人。因为这种行为一出来，下属就学会了。啊，收敛才智，若无若虚。啊，见人过失，含容而掩覆之。啊，一则令其革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啊，见人有为善可取，小善可入，幡然。 舍己而从之，因为现在人有这个善心善行不容易的，你去赞叹他啊，这个就是《弟子规》说的“洋人啊，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之，欲是眠。啊，这一点老人家也表演的很彻底，因为老人家洞察到在这个时代呀、啊，能发心，能愿意走这条路已经。 很可贵的，所以老人家都是更多的是鼓励我们、肯定我们，很少批评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走走这条路、发这个心呢，啊，根基也不是很牢，一批评信心就没了。哦，好啊，所以老人家处事啊，对这个。 人心啊，对时代的情况啊，关机都是很柔软、很用心的。好，好，那刚刚跟大家这个讲的啊，这个问题啊，回答到这里。那我们在一门深入的时候啊。 尤其在扎这个三根的时候啊，也是一步一步啊来扎啊。而且在听经的时候，事实上，讲经的人他已经把，他所能领会的啊这些教理，包含他自己落实的心得 他都会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讲出来，啊，所以听经是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讲论得之最数，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他讲一个小时，可能他准备很久，啊，甚至于是他几十年修学的心得，啊，大家听师长讲经，应该这个感受就比较强烈了。啊，事实上。 老人家这一部《太上感应篇》呢，真的，我们把它深入啊听明白了，每个道理了解之后啊，也鞭策自己一句一句去落实。请问大家，《华严经》有没有在里面？哦，四书五经》有没有在里面？都在里面了、哦。哎。 所以这一部《太上感应篇》片真的用心去学了，你再把四书五经拿出来，会触类旁通哦。所以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师傅这一部经，它是圆人说法，大乘经、四书五经都在里面了。 啊，那上一次是跟大家讲到这个老实这个部分，啊，接着我们讲了听话，听话呢，在阿难问是佛集中心啊，有一段重要的开示。 说到呢，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思所受，啊，以听话的人，就是从名师受戒。你看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找老师，找什么老师？不是很有名的哦，是他已经是明白的。 所以这一个字，啊，比方说，对陈德来讲，哎，陈德看到这一句说“从名师受戒，那我自己都没学明白啊，那我自己没有资格当老师啊。你看儒家的啊，佛家讲名师受戒，儒家呢，《韩式外传》里面讲的。 自如泉源，啊，智慧像泉源一样一直冒出来，啊，行可以行可以为表仪者，就是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符合经教，可以给众生做榜样的，人师也。这是人师的标准，这是儒家的标准呢、啊。 陈德为什么要讲这一个点呢？啊，一来我们以后假如从事教育工作，那我们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师啊，我们就要鞭策自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哎，我们还不是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这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不能以师自居啊。 哦，他说啊，我有很多学生。哇，那我们自己都还没没有明白，那一开口就说啊，我有很多学生。那当然，你是在学校教书，那个都是小朋友。啊、哦，那我在学校教书，我的这些学生。啊、哦，假如是我们是说学佛，那学佛是从名师受戒啊。那我们自己习气还那么重，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老师。 这个在自知上就出现问题。那我们还没有明白，我们就觉得自己是老师，这个意念会带起我们什么习气？好为人师的习气就被带起来了。我自己还没有真正学师父经教以前呢。 我曾经也参与，因为台湾的佛教团体还是很团体很多，而且很多都很大。哦，我当初也有去参加，哦，坐在火车上去参加活动，结果就听到啊，有一些师兄师姐，他开口就是哦，某某人是我度的，某某人是我度的。 我当时还不是很懂，但是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其实人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磁场？我当初听只觉得怪，但我也不懂。后来读《金刚经》，哦，你看释迦牟尼佛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你看佛度了那么多众生，他心上有没有落一个痕迹？我有度众生，没有，而且佛也很清楚，众生是自性自度，他本来就有佛性了，哦，其他的只是助缘而已，他是自性自度的，那佛不会居这个功，可是我们哎接触佛教了，啊，把人家带去。 到场就觉得啊，这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众生是我度的。其实这个话当中，他已经在增长他的一个慢行，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比方我们曾经分享说，这个上等学子可以经得起老师的折磨啊，什么？ 好像奋发努力吧，就这个意思啊。结果最后家长听完课以后说：“好啊，我好好回去折磨折磨我的孩子。”啊，就是他听一个东西了，他的心念就偏掉了。我们要去折磨孩子，那自己是不是上等学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听课的一个心态？哦，哦，所以这个这个孟子提醒我们说：“人皆好为人师。”啊，其实陈德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也是陈德自己犯的最严重的地方。啊，然后你们是出发心啊，你们还没中毒。那因为陈德已经中毒很深了。 这一生不知道解毒还有没有希望，啊，但是已经中毒了，就希望年轻人走这条路别中毒。啊，这个是这个是真心话，哎，但但是也是要借由跟大家分享，也是在提醒自己，哦，好，啊，这个是从。 名师授戒，好，所以我们自己择师也是要找名师啊。所以一般来讲啊，老师找学生，学生找老师，那是要有一段相处，互相都很清楚了，再结这个缘啊。因为这种师生缘不能是激动的啊，激动是什么？ 情情止哦，啊！一激动呢，他什么都好；后来缘变化了，他什么都不好 <laughs>。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个在《论语》里面说的，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我们迷惑了，因为我们被。 情执障碍住了，哦，但是不是不能怪这个人，啊，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是什么？我们借这个缘心动。当然，当你恨得牙痒痒的时候，只要你肯一念回光。 你的受益就大了，因为这一念回光，就发现我们严重的停止了。那个一看清楚了，肯放下来，你最恨那个人，他就是你的最大的善知识，最好的真善缘。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又回到我们要带走的，你会吗？是吧？ 会不会修？哦，就像释迦牟尼佛面对割礼王的这个例子，好，好，我们再看呢，听话者啊，文教变形，悉代更劝。他听了这个教诲啊，他马上当下就入心了，要去做。 啊，有这种心境的人呢，那别人不用劝他用功了，他自己就很精进了。啊，刚刚跟大家说，舜王的后代要学习，舜王就有这个善根。啊，在孟子里面说到，啊，孟子说，舜王还没有遇到老祖宗的教诲以前，他跟一般的农民差不多。 他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啊，旁边还跟着一只野猪，啊，旁边很多石头，大石头，啊，跟一般的农民没有什么差别。啊，到什么时候开始有差别呢？闻一善言，啊，闻到一个好的教诲；见一善行，看到一个人家好的德行榜样。 然后，若绝江河，就是他那个要效法的那个决心毅力啊，就像那个大水啊，那个江河啊，把那个堤坝都冲掉了。就是他那个力行的劲很勇猛，谁也挡不到他断恶，挡不住他断恶修善的这种决心毅力。 那所以，因为他的这个态度，所以他成为圣王。嗯，哦，所以他改习气呀、啊，或者依教奉行的决心毅力非常强，啊，谁也不能障碍他断恶修善的决心跟行为。好，那承德反观是。 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顺了，信心就会动摇，或者是会退行。那这个就要想到顺王这个榜样来效哦。好，那听话者呢？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啊、哦，这个是听话的态度啊。听话者，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听话者七个及时，当下就好好去做，好好去落实，好，啊，接着呢，我们。 谈到是真干啊，老实听话，真干。下联居老居士啊，对真干呢有好几句这个开示啊，也跟大家做供养啊。第一呢，真干者，啊，当然我们可以随文入观哈、啊，啊，随着这些法语，我们关照自己啊，有没有？ 相应啊，还是距离差在哪啊？我们就知道怎么用功啊。真干者向道之心，过于饥渴饮食，就是向道之心超过很饿的时候想吃饭的那个渴望啊，比那个还要强才行啊。接着讲到呢。 有一毫夹杂，一毫自欺，则非真。啊，夏老还把“真”什么是真注解了一下，“什么是干”注解了一下。好，有一毫夹杂，啊，我不是念佛，我不是正念的，那我夹杂了什么？夹杂了轮回心呢？大家要了解。 一念起啊，就是九界的种子。你只要不是念佛了，九界生因。贪心一起来，种了什么种子？恶鬼道，嗔恨心起来，地狱又种一个种子。所以一个念头的力量是很很大的哦，不可小看哦。 《太上感应篇》师傅举了安世高大师的同参道友，是吧？出家人哦，明经好诗，也算是慷慨哦。明经也是有聪明的人哦，可是他也忽略了自己的念头啊。有一次托钵怎么样？饭菜不满意。 生的忏会。哦，那当然，强者先迁，他应该脾气也不是很好。强者先迁呢、啊，他那一次结束，到畜生道当龙王哦，你看这一念带他去当龙王了，也确实啊，他香火很盛呢、啊，因为他喜欢布施，福报很大，很远的地方都来。 给给他做供养，哦，然后来问他事的都很准，因为他明经嘛，也很聪明，但是还是堕到出生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夹杂，就要想到夹杂的，分别执着的时候，那个都是轮回星造轮回业，就不是真了，啊，还还有一念自欺。 就不是真，啊！那大家这一次学习下功夫最多时间的是《于静义工与造神记》，除了读诵以外，还看了整部几集的八八集啊、哦、的电视剧，应该对整个不自欺的、啊、的一个领会。 啊，包含怎么扭转这个不自欺啊，应该会很有这个领会跟方向的啊。接着呢，有一毫懈怠，就懈怠懒散呢，就不是干了。啊，有有一毫自数宽恕的恕。 自我宽恕就不是干了，这些东西都很细微。自我宽恕是什么呢？给自己台阶下。哎呀，算了啦，还是随缘呢、啊。我们别太执着了，随缘吧。其实自己不够毅力了，想退缩了，然后还加了一句：“哎呀，随缘了、啊，随缘了、啊。那这个就是自恕了。 我又不是佛菩萨，那这个话是吧？啊，人家在提醒你，我又不是佛菩萨，那境界那么高，哦，好，那当然，这个，假如说这个对方。 这不是很欢喜说？说我又不是佛菩萨，你这么高标准要求我干什么？那可能，假如是我们是对方的话，也要反省了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使其可从啊。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哦，不同的一个学处，嗯，哦，好，比方说。 我们强调说，真心像镜子，是吧？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落印象，啊，那是严以律己呀、啊。但是别人落印象呢，是正常的，宽以待人，所以这个就是法要。 心态对了，才能把它用好，不然这个法就变成，变成在让别人生烦恼了。嗯，哦，好，所以也曾经跟大家交流到说，我们以前学数学，啊，有一个 x 轴、y 轴。 坐标嘛，啊，那学传统文化也有 X 轴跟 Y 轴，x 轴是什么呢？宽以待人，哎，X 轴是宽以待人，Y 轴呢？严以律己，啊，那个要升到什么程度？升到时时关照自己的心念有没有控制，有没有要求。 这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哦，好，这个是夏老对真干的注解。啊，他下面还有一句讲的很好：“真则三心圆发，三心其实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就是真心。” 三星圆发呢？我们师长老人家慈悲，怕我们对三星体会啊不是很理解，啊、哦，他老人家把这个三星再扩展，五星。啊、哦：真诚、亲近、平等、正觉、慈悲。真诚是体，亲近平等觉是自受用。 慈悲是他所用，这个五心呢、啊，让我们对自己的真心、自己的菩提心很好关照。哎，我这个心念有没有符合五心？没有符合的，那就不是真了。赶快，不怕念起，只怕觉此转过来，好，干则六度兼修，啊，真则三星圆发，干则。 所做的事都是菩萨行，干则六度兼修，都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实六度万恨在哪？请问大家到厨房去帮忙，有没有修六度万恨？ 在厨房帮忙，布施啊，内财布施啊。在厨房帮忙，不能越帮越忙啊。厨房也有厨房的规矩啊，你要遵守啊，持戒啊。啊、哦，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厨房里面那个温度又特别高，要忍得住啊，忍住啊。哦，然后呢，做菜要越做越好，要精进啊。做的时候心都不散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这个是禅定啊！哦，你煮饭的时候，你都明明白白知道在修菩萨行，这个是智慧啊！对六度在哪？Anytime, anywhere。啊，你在教室里上课，你马上上课的时候都不打瞌睡，很专注。 腰都挺得很直，这个就是做法布施，你做榜样给人家看的啊。上课有上课的规矩，你都都都在守着规矩啊。然后呢，你听课的时候也不会不耐烦啊、哦，这个是忍辱啊。啊，然后越听越专注啊，越听越发心，这个也是精进啊。 啊，听的时候都不会开小差，啊，很这个专注，很有定力，这个是禅定的，啊，那时时刻刻知道，随时都要为人演说，那这个也是很有智慧的，哦，好，好，这个是说到六度兼修，啊，接着下一句呢，夏老说真干者。 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宁肯碎骨粉死都不怕，就怕正念失掉了。死可不可怕？不可怕。啊，我们不了解生死，它才可怕。死呢？ 其实就像换衣服一样，啊、哦，这个身体坏掉了，再换一个衣服，啊、哦，但是要换的更好的才行。好，那等于是说呢，用那种必死的决心去调伏妄念、邪念，不这么用功啊，突破不了。就像那个。 于静一公，你看他也是杂念纷呈呢，最后在观音菩萨前叩头到流流血，他就下这个决心，是不是一样？愿善念永存，善力精进，倘丝毫自宽，永堕地狱。他就下了这个决心，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 好，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哦。啊，再来呢，真干者节省时间，爱惜精力，这又很具体了哦。真干的人，一分一秒不浪费哦。啊，节省时间，爱惜精力，做顿功夫。啊，这个顿功夫就是依教奉行。 啊，就是呢，老实念佛，这个就是做顿功夫。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啊，接着啊，承德再整理给你们吧，我看你们抄的这么辛苦，啊。 接着夏老讲呢，做顿功夫是真捷径，舍此而别求捷径啊，皆是舍捷径而自趋于原则也。这个于就是走弯路了。老子也说嘛：“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就是其实大道不是那么复杂的，是很平缓的。 但是呢，人就喜欢耍小聪明，是不是有更更快的、更方便的？你看你就这样，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不难吧？但是人就觉得有那么容易吗？他就很多念头就不容易相信了，啊，好，所以真顿功夫就是真捷径。 好，这个是夏老讲到真干。好，最后还有一句呢，他老人家说：“习重者业重，习静者亲近的静；习静者业静，是以真心学道者必自去习时，就一定从改习气下功夫。这个也是一个真干的态度，啊，不只是从改习气，改哪一个习气？ 最严重的、最难调伏的那一个，从最难的下功夫，好，那这个是真正想当生成就的态度出来了。 好，我们接着呢。第三点，啊，第三点，有没有哪个学长说我我哪个最严重？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下联居老居士说需打破两关，哪两关？第一个是自欺，第二个还要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 这两关不过，佛门进不了。这两关前面还有一关，啊，今天其实也念到了，就是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就比方说，人家说：“哎，你很傲慢哦。”我哪有傲慢？我没有傲慢了，我还挺谦虚的。 就是人家都觉得他很严重了，啊，我们也有同仁啊，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人家给他指出来，他不觉得，哦，人家举举的一定是我们比较严重的嘛，哦，所以这个于静义公，他他也处于这个状况啊，是吧？他不觉得、啊，他还写书文呢、啊，一直上到天庭啊。 我已经那么用功了，什么产因天法、啊，他也看不到这些问题。哦，好，那这个时候得有善知识护念啊，我们有受戒的态度，就有道友会提醒我们啊。谁最清楚我们？问父母，问最亲的人啊。比方说已经结婚的人，啊，你假如抵抗力不错的话。 还顶得住的话，问你另一半，我哪个脾气最严重？啊，可能对方会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啊，然后你就想到，我是真看的当然要听真的。当然，面对自己的问题也是需要勇气的哈。得要把这个面子撕掉，才比较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这个也不容易。 啊，承德到现在都还突破不了啊！因为我妈妈就说我这个人好面子啊，所以承德自己回想起来，在向上啊，所以很容易被自己卖掉。修学也二十年了，讲学也十六年，跟大众交流，但是这个从小到大，这个面子还是没有调服。 所以有时候跟大家分享底气也是很不足，啊，但是毕竟呢，大家出发心永远都比陈德好，啊，陈德以这个惨痛失败的经验，尽一点微薄之力护念大家。这个理有顿悟啊，就是这些理我们能讲，但事还要见修，还得真干才有办法调服得了。 嗯，啊，所以陈德一直觉得自己是不会退缩的人，都觉得自己那个很有信心，啊，不会担心什么，结果这一次身体一不好，兵败如山倒，所以以前那个认知根本是错的，啊，为什么？ 这一辈子都是遇顺境的、啊、当然感觉良好，没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苦，你们看得出来吗？三岁我就住在高雄市了，哎，什么好东西都吃得到，所以从小也不会羡慕人家说。 啊，人家家里很有钱呐、啊，然后什么什么很，我从我没有羡慕过别人的家庭，因为我我妈妈这个就是觉得什么新出来的水果，哎，挺好的，就拿回，买回去孝敬老人，我们也沾点光嘛，是吧？ 就，<laughs> 所以好像啥啥东西也都吃得到。我爸爸也实在讲，很疼我们。虽然家里不是很有钱啊，然后就会打听哦，啊，这个也是什么哪个牛排哦，很贵很贵哦，然后去吃一吃。那可能一吃下去，可能我爸爸那个月的薪水就去一半了。那种都吃货啊。 就也真的是很爱爱爱护我们，啊，所以接受的是满满的爱了。啊，所以不能辜负父母这一份爱啊，自己也期许自己要用这个无无求无求的啊不求回报的爱来来处事待人，但是我还没做到呢，我父母他们对我们都没有一种所求。 都是完全付出啊！像我姐姐去美国读了博士，就说问我爸爸意见，是留在美国好还是回来？我爸爸说：“你怎么好？那边好找工作，你就留那吧。”啊，不过我姐还是回来了。就是我没有感觉我父母对我们有丝毫的要求、控制。 所以从我父母身上，我是感觉什么叫没有无所求的付出，哎，很感谢他们给我的身这个身教。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三啊，学习观念心态。第三呢，圣教是内学啊、哦，内学。哦，我在。 拉回来一下，就是这个真干里面呢、啊，真干的人呢，还有一点呢、啊，就是他都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有的人干得很努力啊，他一分一秒也不浪费掉，可是他干到枝末上面去。 就很可惜啊！这这个罪从心起，还从心灭，一切善恶皆从心造啊！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只在表面上下功夫，突然。 配合一下嘛，突然浪费时间，那他他也很用功啊，他在表象上，啊、哦，所以师长老人家那个说，张家大师教他从根本修，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指导。 师长老人家说：“我学佛的根基啊，是张家大师帮我打下来的。”哎，这一这一句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师傅都要打这个根基，我们要不要打？要啊！好，那张家大师教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思维一下？所有师傅讲到张家大师教什么，赶紧都把它写下来。 这个都是最重要的根基所在。嗯，好 <laughs>。 不是我，我是觉得这个一讲又要下课了啊！哦，你们自己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去思维一下啊，然后也去体会一下。哎，这个最重要的，我自己有没有领纳？有没有在干？那我们再找时间再来探讨这一点。啊，比方说从名师授戒，哎，我是跟着老法师学的啊。请问？ 你马上能提得起来，师傅哪一句教诲，你时时放在心上。现在脑子里有没有？假如没有一句还想不起来，那就没有受戒了，没把他老人家教诲放心上了。哎，大家有想到哪一句？正觉。 啊，用真心，不用妄形好，有没有哪一个学长还没有讲过话的？你看，不要看别人，佛法是内学，不要看别人，请坐。啊，比方说陈德想到的。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就师傅那个法语，为什么让我们很震撼？老人家这个话里面都是实修的领悟，而且里面还包含着人情事理在里面。其实这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在菩提道中所有的。 障碍都去掉，只要我们能回到这一句法语，因为这句法是正念。我们一有烦恼是妄念，是邪念只要能回到这一个教诲，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哦，还有师父很重要的教导：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那是代表一切人事环境、物质的环境，通通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逆境恶缘也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哦，那那一段话很精彩，那都是师父在一个很恶劣的因缘当中，他老人家突然上了一一大街，他的心得汇报，都供养给我们了。哦，好。 哦，那我们今天说到物本是真干。一谈到根本，请问大家你会想到什么是根本？直接讲出来啊，大声一点！哎，孝亲尊师，还有没有？心是根本，持戒啊，戒是无上菩提本，还有没有？哦，修身为本。 没有标准答案啊，还有没有？已经讲的很很全面了，啊，当然还是有了，信心是根本，啊，信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退心了，绝对跟信心起了动摇有关，没有很复杂。所以为什么师长老人家受具足戒呢？李炳老见到他要说什么？你看，又是一个机会点抓住了，是吧？所以你看大善之事啊，他都借。 每一句话启发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怎么学教学？李炳南老师师傅那可让我们太多学出来，甚至《了凡四训》里面，孔先生啊，不是云谷禅师厉害，他把《礼记》《学记》用的淋漓尽致，导而复牵，抢而复抑。 开而复答，哎，哦，你看他那个设问，设问就是开而复答，启发他，不是一次把答案都告诉他，开而复答。他说：“汝自揣因得科地否？应生之否？” 哦，这是一个做法。接着会怎么发展？无、哦、追行良久。好、哦哦、这是了凡四训上我云谷禅师这么做。假如这个云谷禅师说：“你根本就不会有指示，你根本就不会有功名，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嫉妒心很重，你那个乱喝酒，咔咔咔咔,咔。”给他讲。人哦哦哦。哦哦 哦，oh, 他服不服气？不一定服气哦。结果这么一设问，他一反思，他自己讲出来，那不一样哦。他已经反省很深刻才讲出来的，而且是他自己承认的。但云谷禅师虽然他认错了，云谷禅师都给他很多勉励，是吧？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理再生之生也。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一理之身岂不能隔天？这就是抢而服义，抢就是鼓励他，不要否定他，不要压制他。哦，好。 哦，这个是跟大家讲到，哦，真干的从物本，在来真干的人呢不自欺，他会做勘验，啊、哦，就很认真干的人，做完事了他会检查嘛，检查自己到不到位，所以修行也有勘验自己。 那这个勘验呢，在《了凡四训》当中就有勘验的，看自己学对了学不对。啊，经文当中说说了，他自己呢发愿改过啊，须与良朋提醒，幽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 经一期、二期，以至于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消验，或觉心神填旷，啊，或觉智慧顿开，这个就是修,修学比较得力了；或处融踏而触念皆通，啊，最近大家分配到工作，有没有？ 本来想有点不耐烦了，突然正念提起来，灵感也来了啊！除笼榻而触念皆通，或遇冤仇而回嗔作喜，或梦土黑雾，或梦往圣先贤提息皆影。大家这几天有没有梦到圣贤、佛菩萨？啊、哦，或梦。 非不太虚，或梦传方宝宝盖，种种盛世皆过消罪孽之相也。接着又交代的很仔细哦，然不得执此至高，化而不见。哦，好，还举了瞿伯玉，他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提升，都都是查自己不足，啊，接着。 吾辈身为凡流，过恶未及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出而言意也。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消焉。哦，这一段陈德读起来真的是很深刻、啊，因为这一年多退转了、啊，几乎每一句都有感觉了。哦。 或心神昏塞，或转头即忘，啊！或无事而常烦恼，啊！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啊！以前都很高兴去见师父啊，这段时间都有点不敢见了，啊！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思会。 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啊，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啊，若一类此，急需奋发，舍旧图新，信物之物。啊、哦，这个这一段话就是勘验我们修学的状况。啊、哦，这个很很重要。 哦，还有一段祖师的话，哎，这一段勘验也很好，啊，说我们修学啊会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有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啊，越来越谦虚，啊，谦虚到呢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 越来越惭愧，啊，好事向别人，啊，坏事啊向自己，啊，这个句子呢也是很好的勘验，啊，甚至于是孔子他一生修道，也是提供给我们勘验，啊，他老人家是三十而立。 志向很明确，啊，我们志向明确的没有，啊，十五志于学，他这个学是什么？就是学内圣外望，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望，就学这个学问。三十而立，这个立就是不会动摇，任何境界他都不会退缩了。啊、哦，四十而不惑。 不惑就是不迷惑了。不惑就是呢，遇到境界，无可无不可，他能全变了。哎，啊，比方说遇到乱世，是进还是退，他都没有爱了。啊，机缘成熟，他去辅佐新的皇朝，让。 百姓啊，少杀戮，这个他是进退，他是自在的，啊，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勘验自己有没有不断在提升的一个标准。好，那今天的课呢，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